事实证明啊，星穹列车这伙人比我想的还要有趣。啊，你很喜欢？当真？真是杰作呀！不不，我还不想离开这儿。什么？艾普瑟隆？那种纸醉金迷的地方有什么乐子好找？越能体现人性尊严的快乐，越是高级的快乐，这才有趣。好，来了，替我向酒馆的兄弟姐妹们问好，别忘了告诉他们，就说敬请期待我老桑伯的下一场戏。现在我要谢幕了。这个故事敬献给您，亲爱的看官，不知您是否从中得到了少许欢愉？如果您说没有，啊，桑伯会很伤心哟。